人初应该在这儿呢，得跟他谈谈。溺水了！我游泳技术也不行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救你了！你在干嘛？救你啊！你不是溺水了吗？谁让你躺在水里一动不动的？我学医的，本能反应就是救人。所以你在干嘛？困了，休息一会儿。躺在水里睡觉？这人什么人体结构的？看起来不好惹啊。有个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。没兴趣？不行，必须有兴趣。我俩闹出了一点绯闻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，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澄清一下？没空。那天挡了你的路是我的不对，我再次给你道歉，医药费我可以承担的，我还能给你做甜品。但如果你因此不澄清的话，对我也很不公平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我不想多做任何解释。